谢谢大家这几个月的陪伴，我过得很开心。其实从测试赛的时候，就是我就自诩是一个能力者，可以在团队需要的时候去扶持。那，就是我没有做好这件事情，我一直都对我们团队很抱歉。那其实郭哥一直很关心我，然后他也就花了很多时间在跟制作单位沟通。虽然我很想要留下来，可是赛季要走完了，然后奖杯数也越来越接近，我不想要因为自己的自私让我这个没有战力的人继续留在这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先离开会比较好。郭哥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们谢谢玉书，谢谢你，加油。运动员最辛苦的就是跟上头相处，因为其实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克服这些东西，所以其实我很想要，我们今天其实真的很想要拿一胜送给他。就我今天情绪都比较大一点，运动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那如果对他来讲身体负担这么大的话，或许有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调整休息。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，然后也希望你把放养好，好不好？其实这个节目真正教会我的是不要逞强，这是我最后想要帮到团队的事情，就是我能够给你们的帮助就是我离开。我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认识这一群这么棒的家人，那以后我们还会在别的地方再见，所以这个不是最后一次。黄队永远都会留他一个位置，他永远都是黄队的一份子。接下来我们大家可以带着他的这一份力量继续奋战下去。这段期间可以先把身体养好，然后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。玉书加油！我们大家都爱你，就是希望你可以知道这一点。我觉得你让你知道说大家很爱你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就其实过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，但其实这样子也很开心。那你只要有时间都多来找我们。嗯。OK。好。再喊最后一个，一起欢迎玉书喊好不好？好。对，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杨秀。